看着挺小，长得还挺结实。恶祖痕，谁会给他下恶祖？还是在吃人堡里面留下的？还好没蔓延到胸口。你干什么？你扒我衣服干什么？我的剑呢？我的狗呢？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把你从墙里挖出来，你还不跟我说声谢谢？我要不是看在这个份上，你早就死一万次了。哎，别，哎，你听我说，我死一次真的就够了。听话，把剑放下，啊！金陵，这个玉佩，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你别动它。阿仙。这是后来我从家中爹的书房里找到的，我想这是他留给你的，你拿着吧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跑什么？金陵，岂有此理！这小孩真是岂有此理！这说你几句就跑得没影，你是大小姐吗？脾气是越来越大。糟了，江城！哎呦，我不是已经没事回来了吗？这就别念我了。没事，你看看你自己，活像泥沟里打了个滚，这叫没事？穿着你家校服，多丢人！赶紧回去给我换。说吧，今天遇见什么人了？我说了，什么也没遇到，摔了一跤，白跑一趟。你不许这样抓我了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。我是管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就算你三十岁，我也照样能拽你。下次再敢一个人不打招呼乱跑，我鞭子伺候。我就是因为不想让人帮忙，不想让人管，所以才一个人去的。别的不提，江城吃他是大小姐脾气，果真不错。所以现在呢，抓到什么东西了？